看看新闻网。同样还有前任关系的还有汤唯和朱雨辰，巧合的是这两位也同时有新作品出炉。近日由王力宏、汤唯联合雷神克里斯·海姆沃斯主演的新片《骇客交锋》在好莱坞中国大剧院举行了全球首映礼，导演携一众主演一起亮相活动现场。偏分长发，修身长裙，淡雅中露出性感美背的汤唯一出现就引来不少外媒的关注。We were doing like a more than 50 meetings yesterday and then a round table and we fly to San Francisco for the premiere. 帅哥搭档文艺女神，这黄金搭档在电影一开拍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而汤唯也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如今面对媒体，都是要狠狠秀秀自己的英文台词功底。It's another country.Yeah, always interesting for me. It's not always like changing. Maybe this is first time be here. Last time I think it's a little similar. I forgot. 如今的汤唯可真是万千少女的楷模，不仅只身闯到好莱坞，与韩国导演老公金泰勇也是婚姻美满，可谓是爱情事业都很美满。而汤唯的前任男友朱雨辰最近也不错。1月12日，朱雨辰和好哥们任重现身北京为新剧做宣传，当场任重也是毫不吝啬地表扬起了朱雨辰来。后来拍上戏之后一聊天，我才知道他是一特别愿意善聊的人。而且呢极有人格魅力，就是你们真不知道他弹琴的时候太有魅力了，真的太有魅力了，而且完全就我一男孩我都醉了。听任重这么一形容，朱雨辰不就是少女们天天叫嚷着的传说中才艺双全的梦中情人吗？任重这么极力推销，莫非是为铁哥们争友来的？少女们赶紧排起队伍来哦，说不定下一个汤唯就是你了。